上这个闹钟摔得四分五裂，维安人员拿着 DV 猛拍抢时间搜证，因为再过半小时马总统就要到了。国安特勤跟基层员警兵分多路要揪出这闹钟哪来的，查了老半天，原来是造势场太吵惹的祸。星期天8点多，汽笛声、加油声实在扰人清梦。附近住户很火大，从公寓四楼把闹钟狠狠往下丢。因为有的睡得很晚了、有的中间选民都不理会这什么竞选了、附近里面是不是比较反弹这种竞选活动？因为封路大部分都会反弹，封路，道路把它封锁，老百姓交通就不方便了。用无言的抗议向马吴佩呛虾，民众宣泄起床气，好险时间点还算早，马总统躲过小插曲，苦了维安人员吓出一身冷汗。三立新闻，宣武豪、陈家豪，S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。